腌好，这样子就会煮出来的粽子就特别香。今天一早起来就包，一边包粽子一边煮艾草、鸡蛋、大蒜。粽子虽然包的不好看，但是也是应节吧。端午节最主要是纪念爱国忠臣屈原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按照传统的风俗，首先来祭奠一下这些英烈，保佑我们所有的朋友们，所有的人都国泰民安，安康幸福。谢谢观看。